惊呆。中山大学副教授网课时不雅聊天被直播。7月6日上午的时候，中山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某正在与本科学生上网课，中间休息10分钟，但是没有关闭自己的聊天软件，这直接导致了他与多人约 P 事件被抖了出来。7月6日上午，中山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小伟正进行线上教学，课间10分钟休息时，他没有关闭直播，于是出现了意外，王教授的微信弹了出来。针对网传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王小伟在讲授网课期间发表不当言论一事，7月8日，中山大学党委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学校在8日上午已注意到此事，校方正在跟进，后续会处理。中山大学发布该校教职工王小伟不当行为引发严重教学事故的处置通报。经调查核实，王小伟于7月6日上午线上授课期间作出不当行为，并已构成重大教学事故，严重违反教学纪律。